好，说到年终贺尾牙，17号晚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尾牙，就是补教老师高国华和陈子璇席开20桌宴请工作人员。只不过这场尾牙真的是综艺味十足，这个不但高国华和陈子璇两人牵手高歌，还有魔术秀把陈子璇给变不见了。咻的一声就把陈子璇给变不见，想不到尾牙宴竟然成为一场魔术秀。真的也只有高国华和陈子璇才想得到这样的表演节目，不过不让魔术师的表演专美于前，一向很喜欢用歌声来表情意的两人，这一次更是一开场就霸占麦克风，浓情蜜意一样在歌声里表达。你说你想要浑然忘我，还有人上台一起合唱。高国华虽然面临补习班招生不如从前，但17号晚间依旧席开20桌举办尾牙。而今年身边的老板娘变成了陈子璇，连过年陈子璇都还要下厨展现好手艺。其实我们平常都有在做一些家常小吃，对。深深一拥抱，高国华和陈子璇两人还不断敬酒，感谢员工一年的辛苦。只不过补习班尾牙宴到处都可以看到综艺节目的色彩，也只能说高陈两人实在是抢镜版面。朱娟、何坤、卢佩宇台北采访报道。